拳道运动起源于朝鲜半岛，是一项运用手脚技术和身体能力进行自身修炼和搏击格斗的体育运动项目。跆拳道运动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品势修炼、搏击格斗和功力检验三大部分。跆拳道运动要求练习者不仅学习跆拳道的技术，更注重对跆拳道礼仪、道德修养的学习和遵从。每一次练习都要求以礼始、以礼终，着重培养练习者的礼仪、忍耐、谦虚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对于青少年尤其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本片特邀北京体育大学跆拳道教师严宏伟，采用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从跆拳道基本功和基本技法讲起，着重介绍跆拳道的击打技术和功力训练，尤其对跆拳道基本技术中的每一个动作进行了逐一讲解示范。其动作准确，架势规范，是一部直观形象的学练教材。脚并拢，身体直立，两手松垂于体两侧，喉咙正直，身姿端正，敬礼时上体前倾约30度，礼毕还原成直立姿势。敬礼时有虔诚学习之意。互相行礼时要严肃认真，表示相互之间要学习尊重实战知识。标准实战姿势，两脚前后错步站立，后脚跟微抬起，两手举于体前，左手屈臂置于体前一臂处，右手落于左肩前，两手虚握拳，重心略后移，高位实战姿势，两脚前后开立，后脚跟提起，两手举于体前，两手虚握拳，前手约与鼻尖同高，双眼通过拳分目视前方，两腿微屈，身体重心落于两脚之间，低位实战姿势，两脚前后开立，两脚之间约4脚的距离，两手虚握拳，拳眼斜向上，后手置于前手的接关节部位，目视前方，身体端正，重心略后移，
识站位，两人呈实战姿势站立。当两人身体正面呈相反方向时，称之为臂式站立。臂式站立是高位的实战姿势。在跆拳道比赛中经常采用的预备动作，站立时注意下颚微内收，两腿微屈，重心落于两腿之间，上体自然直立，身体略向前转45度，开式站位，两人呈实战姿势站立。当身体正面呈相同方向时，称之为开式站立。开式站立的要求同臂式站立相同。为前腿呈左右相对，一方为左腿在前，另一方则为右腿在前。基本步伐，上步，后脚越过支撑腿的前脚向前进一步为上步。上步时注意前脚脚以脚掌为轴自然捻动，后脚蹬地越过前脚进一步。上步过程要求自然连贯，步伐移动灵活，退步前脚蹬地越过支撑腿后脚向后迈一步为退步。退步时注意两脚掌的捻动，退步结束时注意保持实战姿势。退步时要求身体平稳，前进步，后脚向前上一步，前脚继续向前进一步，两脚连续向前移动为前进步。前进步时要求后脚前进的距离与前脚向前迈进的距离相同，动作结束时仍然保持实战姿势。前进步要求移动连贯快速，后撤步，后撤步与前进步的运动方向相反，后撤步是后脚向后退一步，前脚连续向后再退一步，两脚退行距离要求相等。退步结束时保持实战姿势。换跳步，两脚蹬地依次前后换位。换跳步要求两脚不可高离地面，贴近地面连续快速换跳。换跳时注意转身带动步伐的移动，换跳步要求快速连贯，
换跳结束时注意保持两脚之间的间距，与实战姿势相同，不可过大或过小。左侧一步，前脚向左斜前方横进一步，后脚随之跟上，为左侧一步。一步有闪身的意思，要求快速。一步时注意重心的移换，通过重心的移动带动步伐的移动，身体上下要协调一致。一步时注意后脚跟部，右侧一步。呈实战姿势站立，后脚向右侧横移一步，为右侧横一步。横一步时注意前脚蹬地，移动过程要求快速。一步结束时注意保持实战姿势。上步，后脚越过前脚，小跳步向前进步为上步。上步时要求快速，小跳步要求身体不可高离地面。连续上步时注意灵活快速，两脚富有弹性。弹跳步，回关节发力，两脚掌轻轻地弹离地面，两腿微屈，保持弹性。弹跳步时注意前脚掌不可离地，后脚跟微抬起。身体保持中正。步伐组合练习。步伐组合练习一。步伐组合练习时，将多种步伐结合在一起练习的一种形式。前进步，连续前进步接上步，步伐直接斜接，要求自然。步伐组合练习二。换跳步，接上步，进步。各种步伐之间衔接要求快速，两脚之间间距要求保持实战姿势时的间距。步伐移动总的要求是快速灵活。步伐组合三，弹跳步，上步，侧闪步，右后闪步，弹跳步，
上部，左侧伞部，弹跳部上部，右后侧伞部。步伐在直线进击中，注意向两侧的闪动。步伐组合四，后退步、侧步，退步过程注意两脚不可高离地面，两脚富有弹性，灵活移动。通过转腰带动步伐的移动。移动时注意踝关节适度发力。上体保持中正。基本腿法。前踢，一腿支撑，另一腿大小腿折叠，向前快速弹击。前踢时，一打脚尖，弹踢过程中注意竖胯，以加长攻击距离。弹踢要求快速、准确、有力。前踢时注意保持身体稳定，横踢。两腿前后位站立，前腿支撑，后腿由后经侧向前上方横行踢击。横踢时注意前脚捻动，转腰转胯，大小腿折叠发力，力打于脚背。横踢结束时快速回位，恢复到实战姿势。横踢中注意翻胯、大小腿的折叠发力，要求快脆有力。侧踢，一腿支撑，另一腿提膝屈胯，由屈到伸，向斜上方横踢。横踢时注意展胯伸腿。展胯转身，以增加发力的力度，力达于脚底。过程中注意由屈到伸，直线型发力。发力结束要快速恢复到实战姿势，后踢。一腿支撑，以前脚掌为轴连转，另一腿随转体向后方踢出。后踢时注意转身带腿。后踢过程中要求大小腿由屈到伸，展胯挺身，以助发力。转身发力时注意保持身体重心稳定，
钩梯。钩梯时一腿独立支撑，前脚掌捻动约180度左右，另一腿提起，由一侧向另一侧屈小腿回勾。勾踢时力搭于脚后跟，勾踢时注意小腿由伸到屈，快速回勾。勾踢结束时注意放松，立即恢复到实战姿势。勾踢时注意上体的转动及胯部的运动。后旋踢，一脚支撑，前脚掌为轴旋转360度，另一腿随转体向后旋转一周踢击。后旋踢过程中注意用上身带动腿，当腿起于与身体水平时向后侧平行摆踢。摆踢结束后注意重心的移换，恢复到原来的起始位置上。旋踢过程中注意保持身体稳定，旋踢结束时注意腿放松，劈腿，一腿支撑，另一腿由上而下用力劈击。劈腿时注意重心前压，劈腿结束时快速恢复到实战姿势。劈腿前要求将腿举于头顶上，由上向下劈出。劈腿过程中支撑体重腿可以轻轻捻转，配合劈腿，劈腿前也可以身体微微后仰，推踢，有实战姿势站立，后腿提起贴近腰部，翻胯，脚心向前，同时以支撑脚为轴，背旋180度，向前方直线踢出，前脚掌下压，力打脚掌，重心前移，落脚，快速恢复到实战姿势。推踢过程中，注意翻胯，重心前压。推踢启动前注意后脚蹬地，推踢结束后应立即恢复到实战姿势。旋分踢，有实战姿势站立，前脚以前脚掌为轴转动，身体向后方旋转，两脚交叉移动，同时随转体前脚快速横向踢击，身体有旋转之意。四、旋分刮起，转体要灵活快速，横踢要有力。横踢结束时注意快速恢复到实战姿势。双飞踢，有实战姿势站立，两脚交替抬腿转胯向前横踢，横踢过程中要求两腿
连续快速，击低时身体要求腾空跃起，击低结束后立即恢复到实弹姿势。双飞踢的过程中注意拧胯转体，通过转胯内动腿的踢击，踢击结束后收脚回重心，腿法组合练习。腿法组合练习一，腿法组合是将前边练习的基本腿法组合在一起，通过步伐综合起来练习的一种形式。腿法是跆拳道比赛中主要的得分手段，在腿法组合练习中注意各种腿法的衔接，要求连贯，发力要求快速，步伐移动要求灵活。练习腿法组合时，首先要将基本的腿法练习好，然后逐渐过渡到组合练习。腿法组合练习二，弹跳步前踢接旋风踢，两腿的斜接要求连贯，两腿的发力要注意短促有力。腿前注意后脚的蹬地，借助地的反作用力向前踢出。弹跳步时注意两脚要有弹性，移动要灵活，步伐与腿法要紧密结合。腿法组合三，弹跳步双飞踢后旋踢，两种腿法在连贯上要求通过身体的转动带动两腿的踢击，转体过程要求灵活自然，发腿时要求身体稳定。单脚支撑转动时注意以前脚掌为轴，脚跟微提起转动。腿法组合四，实弹姿势弹跳步侧踢接劈腿，劈腿组合劈腿是跆拳道比赛中常用的一种腿法，劈腿前注意将腿要举于头顶上，由上向下猛力劈击，劈击时注意重心的保持。腿法组合五，推踢接双飞踢，弹跳步
推踢，双飞踢。推踢时注意前脚掌下压，双飞踢时注意拧胯转腰。发力要求快速，在实战比赛中，连续的腿法进攻是得分的主要手段，因此腿法的组合练习写得非常重要。基本拳法，拳的握法，握拳，四指并拢，自然卷曲，拇指扣于食指与中指第二指节上，拳面要求齐平，冲拳。冲拳时注意拳由腰间旋臂打出，力达拳面。冲拳过程中要求转腰，冲拳也是跆拳道中进攻的一种手段，防守技术。向下格挡防守，两手握拳，屈臂由上向斜下方格击，格击时与上部转腰要协调一致，力达小臂外侧。格击时要求发力短促，中断格挡防守，屈臂由下向斜上方旋臂背翻格挡，格挡与上部配合完成。中段格挡主要是防守对方攻击中盘，向上格挡防守，屈臂由下向上，手心向位旋转，向上格挡，向上格挡主要是防守对方高位进攻的腿法或拳法。格挡时注意沉身举背，力达于小背背侧，防守时当与对方的腿或拳接触时要求适度紧张，向位格挡防守，
下，向魏咸方翻手格挡。格挡过程中，注意手心未翻，臂未旋。旋臂与上部要一致。格挡发力时要求短促，和对方接触时要求小臂十度紧张。向内格挡防守，屈臂由位向内横行格挡。格挡过程中注意翻背，防守时注意与步伐的配合。通常与上步配合，上步与格挡防守要一致协调，上下配合完成。实战运用一，对方侧踢下格挡防守，直拳进攻对方腹部，格挡与进攻要同时。实战运用二，击打对方腹部以后，用侧踢还击对方。还击要快速有力，实战运用三，对方前踢，用双飞踢还击对方。通过闪身躲过对方雷击，双飞踢连续还击对方。通过步伐移动防守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实战运用四，侧步避开对方雷击，转身用后旋踢，踢击对方头部。实战中注意时机的把握及距离感和时空感的练习。实战运用五，首先佯攻对方，当对方出腿攻击我时，用下格挡防守，同时横踢对方。佯攻对方时要做的逼真，实战运用六，转身后踢，转身时注意时机和距离的把握，不可过近。实战运用七，后一步闪过对方雷击，转身旋踢对方。闪身时注意距离的把握，不可过远也不可以过近，要恰到好处躲过对方雷击。实战运用八，腿法组合连续进击对方，
酒。对方进击时，我用推踢蹬击对方腹部，令对方失重摔倒。推踢的时机要准确，实战运用时，对方横踢，我用劈腿击打对方，以之破横。实战运用11，对方勾踢，我用横踢踢击对方胸腰部。踢击时注意步伐的变化。实战运用12，连续双飞踢，连续双飞踢要快速准确，使对方没有还手的机会。防守时注意身背微屈，防守对方的双飞踢。13，后旋踢，对方后旋踢时，我用后撤步闪过对方，用横踢击打对方胸腹部。实战运用14，实战是没有固定程式的一种对抗形式，实战中要求灵活、主动，根据自己和对方的情况，准确地判断时机，实时的攻防。实战应用15，当对方连续进击时，我通过步伐的移动躲过对方进击，然后还以重击。在判断上一定要求准确，准备活动，振臂运动，振臂过程要求屈臂展伸。侧转运动，侧转时注意转腰，转动幅度要求由小到大。侧压运动，双手后抱头向侧正压，正压时尤其借重。转腰运动，两手按于胯关节上，腰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撑膝运动，双手按于膝关节上，以膝关节为轴绕转。压腿运动，一腿屈膝前弓，另一腿提重后伸，一手按于后腿，一手按于弓腿的膝盖上正压，或转身脚尖上勾，扑直腿压膝，
腿过程中注意保持后腿要求伸直，膝关节不许弯曲。扑压时要求扑腿伸直，脚尖上勾。准备活动是练习跆拳道前的热身运动，通过准备活动的练习使关节肌肉得到运动，以为训练跆拳道做好生理上的准备及心理上的准备。做好准备活动可以有效地预防伤害事故。